后来我经过测试之后，发现这边真的是有电线走火，然后整个墙面呢都有漏水的状况。这个虽然是才一年多的房子，但是以后大家买房子特别特别注意吼，在三个地方一定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大家好，我是宏杰设计设计总监张义德。我们今天来到了上次的这个金国路的这个暗场，在我们装潢的过程中吼，刚好遇到那个。之前有一个台风经过台湾边境哈，那带来很多风雨。那一次呢，在施工的中间遇到那一次的风雨的时候，我在台风过境之后，我来现场看到它的这个窗户边有一些水痕，然后呢，它的插座呢有电线走火的状况啊。可是那个插座那个位置，其实我们并没有使用它。后来我经过测试之后，发现这边真的是有电线走火。我把整个盒盖打开，里面都有进水跟生锈的痕迹。然后整个墙面呢都有漏水的状况，这个虽然是才一年多的房子，但是以后大家买房子特别特别注意吼，在三个地方一定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第一个就是所有的窗户边缘，窗户边缘的四个角，如果你有看到裂缝，你的这个窗户边缘的四个角有裂缝，你要特别注意，这个地方是很容易渗水的。所以你在买房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个裂缝是否有被人家油漆补过了，然后呢以前有没有渗水的痕迹，如果有渗水的痕迹，它的颜色跟它的那个周围的那个墙壁的平整度会不一样，它一定有补过土，有重新油漆过，所以呢要注意一下窗户的四个边缘。第二个就是管道间，什么是管道间呢？你的浴室厨房后面的墙面后，只要有水管的地方，你看一下墙面是否有痕迹，有漏水的这个状况，是否一样有劈土，有做过油漆的情况，尤其是从地上上来大概30公分的高度，所谓的这个水槽的正后方，就是它的水管给水管通常都会在跟后面的房间如果有共用墙壁的话，它就会有可能会有漏水的情况。所以在检查房子的时候，你买了新房子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地方。第三个地方就是阳台的部分，不过它这个阳台是有外推的，是有凸出去的，这是它唯一的一个阳台哈。之前因为台风雨的关系，它有泼到这个室内阳台的这个落地窗这边，那也是有渗水，有所谓的壁癌状况，所以当时也是针对漏水这个地方，有请原来的建商来做这个防水保护的处理这样子哈。所以如果您之后如果有去看新房子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这几个地方，不要以为说新的房子都没有问题，它也是有可能会有这类的状况。好，如果看了我们的影片还有像类似这种新成屋啦之类的房子有什么疑问，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下面留言，敬期待我们之后交屋给屋主之后他搬进来的一个开箱。谢谢大家，拜拜。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按赞和分享哦，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追踪第一手资讯。那我们下次见，拜拜。